还有小馆面线晚安，流浪晚安，剑骨晚安 ，Yuna 修者晚安，特选九代晚安，夏尔晚安，太空 Flash 晚安，瑞荣晚安，果冻九号晚安，谢谢特选的四叶草。Triple W 晚安 ，Hello 德瑞克，谢谢德瑞克的奶油泡芙，谢谢剑骨的四叶草，今天有眼影，哎对，我看不到画面了，谢谢夏尔的梦幻烟火，今天有眼影，画的比较重。最近好痒哦，谁在想我？好痒哦，真的很痒。还就是刘海、头发一样，好像是其实是头发。今天没有卷得很好，好想要再卷一次哦。这边没有弄好。今天有耳环，有耳环是很稀奇的事情吗？我本来就有很多耳环，只是平常直播就想说没有必要特别戴，但是因为我今天在试新的发型，绑了这个侧麻花，然后想说好，然后又穿这个小背心比较空，想说要带一点东西比较不会感觉这么空。对啊，我的耳环是 LOVE LOVE， 这个耳环很久了，之前就出现过很多次了。好，我们来听Friday's High， 因为今天是 Friday Night， 星期五有很多歌可以听。奶奶依然大声，有吗？奶奶今天算很安分了吧？奶奶有什么声音？谢谢钟颖的告白气球。弄成刘海不够卷，我好少直播会拿着一个梳子在那边一直梳，可是今天真的是没弄好，这样呢还是一个洞耶。Hello 豆科晚安，今天好漂亮，为什么？是因为啊，因为我很少用这个发型吧，不一样的发型，还是因为今天眼影，其实我有点上太重，有一点失手，但是是因为直播会吃，就是打光会吃妆，所以你们现在看这么红，现实就更恐怖，像歌仔戏这样。其实我是今天不小心有点失手，对。好了，这样好像好一点，就这样吧，不然一直烧到脸好痒。直播的妆我都随便画，谢谢剑汉的红玫瑰，夏天来了。所以其实直播上的妆就是都会比现实再浓一点，就是你直播看刚好妆，现实看看很可怕。这个超粉的，我今天真的不小心上太重，现实看真的很像歌仔戏耶，可是直播看就还好，好神奇哦。衣
巴黎晚安。今天感觉特别美，你们是不是喜欢 Mina 化浓妆？你们其实是不是喜欢浓妆眉、浓妆咪，还是是发型？我今天想说我要试绑这个策马花看，因为我昨天上网找了那个小红书的发型教程，可是呢绑起来完全跟教学的不一样，哎，手太惨了。他教学的那个是头这边，就是怎么讲，有一个蓬蓬的弧度，然后很像编过的，可是我完全没有，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反正我编起来跟那个教学完全不一样，就是明明用看的想说好，我的眼睛会了，就实际编的时候，怎么长不一样？他是你最喜欢的类型，但你只能看着他的背影。这个绑多久？这个其实很绑很快啊，我五分钟就绑完了，其实没有很难，只是我手太残。明天再试一次，今天想说先当练习，如果绑得好的话，夏天就可以多一个发型，因为天气很热嘛，然后大家也知道我夏天就是因为我头发很多，所以我就想要绑起来，可是因为我不是手很巧的人，所以大家应该看我夏天直播最常绑的其实就是低双马尾，因为低双马尾非常的方便，就是不需要什么技巧，有手就行，对，就只要这样。而且像高马尾啊，也是要绑得好看好看好看的高马尾，也是有技巧的，要怎么抓怎么样子啊，所以那个也是需要一点技巧技术成分在，但是因为我手不太巧，所以我就最常绑就是低双，因为低双马尾就是不需要技巧。那为什么不是就是只绑一个低马尾，是因为那样正面看没有造型啊，就是会看起来就是一个正面看就是一个光头，所以低双的话就是至少这边有头发修饰一下，然后又很就是不需要技巧，所以我夏天我最常绑就是低双了，然后是平常就是去练舞啊就什么，就是出门没有打扮的时候也会绑低双，就是因为这样脖子就比较凉了，对，但是绑久了也是需要一点变化，就想说要试试看别的发型，然后想说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困难，然后又有一点小变化，想说试试看，结果第一次绑不是很成功。我之前也有绑过这种侧麻花啦，但是就是绑的不是很好，然后之前头发长度也不是很够，然后就会一直这边会掉头发出来，然后因为现在头发留蛮长的，就可以试一下之前没有试过的发型。刚刚光头也蛮好看的，光头不行啊，我光头根本就是一颗球。今天奶奶一回家看到我还说，你今天怎么脸特别圆？然后我就很心虚，因为我跟你们说啊，谢谢季风亮的缘分相遇。低包包头也绑得很好看，但是低包包头我其实没有绑得很好哎。就是那个嘛，我过跨年的时候绑的那个，但那个我其实不太会绑，那时候是小晴帮我绑的，就是我绑的是就是怎么样，只能直播，可是没有办法跳舞，就是因为我绑不紧，就是如果要跳舞的话就会甩掉。我金门跨年是小晴帮我绑的，我真的是一个手很不巧的偶像，我觉得当偶像真的是你要什么都会耶，就是字要写得好看，要会画画，要会剪影片，就是现在的偶像不是像以前那种十几二十年前的偶像，就是那种什么以前都流行那种什么金童玉女，对对对，就是那种很清纯漂漂亮亮的就好了，没有耶，现在的偶像多辛苦啊，到处去外面参加比赛，你还会剪片，会弹吉他，会弹贝斯，手要很巧，会画画，然后会编头发，会设计 T 恤，就是现在
然后你就学了那么多东西，对不对？然后也不是说每一项都能做得特别好，然后还要被网友骂，说这样就能够当偶像，好像偶像那么好当，不好当哎、欸，真的是不好当哎、欸，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哎、欸，为什么当偶像要会这么多事情，然后还要被骂，真的是很难当哎、欸，这么好当的话，你们来当啊，你们来当啊，真的是不好当哎、欸，不是我要说。对，你要体能还要很好，就动不动就被延上，动不动就被骂，就很容易被放大检视，这个是很难当哎、欸。哎呦，这是蚊子吗？技能点很多，但又不是说每一项都能做得很好。然后我真的就恰恰就是一个技能点很低的人，我真的是特别，就是我这双手真的是很不巧。那除了弹贝斯还稍微可以一点之外，就是其他就是美术方面，真的手作是零分，唉，真的是每次在画那个生写真啊，签名给大家，我真的都想说，大家也是你知道买生写真。就是为了抽纸笔嘛，但有些人是要收藏的。奶奶帮我把电话拿过来，蚊子停在我的直播架上，要静悄悄的过来哦。快点，很大只很大只，大家等我一下。奶奶拜托拜托，它停在我直播架上，快点快点。奶奶，奶奶，奶奶。欸、好像飞走了哦，奶奶你在干嘛？奶奶，哦哟，都飞走了啦！等下去盯你，我不想要理你了，我自己去拿呀。哦哟。都那么大声，蚊子都听到了，蚊子都听到了，就奶奶没听到。乖，只好用我的肉体再射诱蚊子过来。超大只的。奶奶旁边，所以我刚刚叫他，因为我怕我动了蚊子就飞走了嘛。奶奶真的很懒惰。保险的嘛，我是还没有被叮啊，可是我昨天早上的时候有听到蚊子嗡嗡的声音，可是没有看到它，很奇怪。那蚊子一般不是都晚上出现吗？那那时候我记得一大早、欸、早上才出现，我都睡醒了，还是晚上才也在睡觉。蚊子说不定喜欢其他类型。什么？我这么好吃，我这么可口，蚊子会不喜欢我？我到的地方，蚊子都跟着我哎、欸！我是蚊子界的万人迷，真的啦，真的啦！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体质的关系，好像有人说那个体质比较酸的话，就容易吸引蚊子。我刚刚就一直看到有一只蚊子在那边飞，吃晚餐的时候，可是没有打到。然后刚刚它就停在我的直播架上面，我想说它就停下来了，这么好的一个时机，对不对？结果哎，又被它逃掉了。二氧化碳排放比较多，怎么样？我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帮凶，是不是？
二氧化碳排放特别多。Hello， Stephen， 晚安。捕蚊灯没有用啊，现在还有人家有这样捕蚊灯吗？捕蚊灯根本就招不到蚊子，蚊子没那么笨。夏天蚊子是很多，对啊，都已经没怎么都没有出门，都不知道那蚊子到底是从哪里进来的。吴姐 ，Hello Map， 晚安。用扇子拍蚊，可重点是根本扇子拍不到蚊子来，那蚊子飞很快哎、欸，都是要在空中跟它搏命的。蚊子进化了，对啊，我。每次我说有蚊子，然后就有人在那边留言说捕蚊灯，捕蚊灯，到底谁家里现在有捕蚊灯？就算有，我跟你讲，打到的那些有九成都不是蚊子，真的就是会去的，就是那一些你知道小飞蚁还是什么比较笨的，蚊子很聪明哎、欸，捕蚊灯真的是捕不太到什么蚊子。而且你有电蚊拍，你都不见得打得到蚊子的，是不是？电蚊拍有电蚊拍啊，但有电蚊拍蚊子又不会自己过来，有电蚊拍蚊子又不会自己过来，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你们家是？不是我有时候真的怀疑我跟粉丝是生活在平行时空，是不是？你们家是没有蚊子吗？就是好像只有我家有蚊子的这个困扰一样。我把这个直播架调低一点，因为之前有人反映说我直播那个太那叫什么太。上往下看起来头很大，所以我要把它调平一点。而且像我今天奶奶回家看到我，她就说你今天怎么脸特别圆？然后我想说有吗？然后我自己照镜子照老半天，我看不出来耶。那奶奶说有，我今天脸真的特别圆。然后我就有点心虚，我就想说，难道是因为我今天晚上吃了三个地瓜吗？谢谢天竺鼠戳戳你，就是呢。因为最近就是夏天嘛，就是其实不食量没有像冬天会吃的那么多，然后加上夏天一到了，就想说要控制饮食管理身材，所以我晚餐我吃了一个礼拜的蔬菜，就是蔬菜炒菇或是木耳，然后再加一颗蛋这样子。我之前的限动有发过，可是因为我每天晚餐都吃一样，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发。对，就是因为每天都长一样嘛。对，然后我早餐的话都是吃哦，我最近很喜欢吃那个叫熟麸吐司，是我第一次买。我之前的爱是那个鲜奶豆浆吐司。对，然后我最近。就是看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出的哎、欸，我之前只有买过那个什么熟麸 bagel， 然后我就是上次去的时候有看到出了熟麸吐司，我就买看，超好吃，它直接变成我的第二名，第一名还是鲜奶豆浆，它的地位没有人可以撼动，但是熟麸吐司家是我的第二名，因为它吃起来真的特别的松软，就是怎么讲，吃起来是有那种。有一点像全麦的那种，它的颜色像全麦那样子，就是比较咖啡色的。可是它吃起来是更有弹性、更松软的，那个真的超赞，超好吃。谢谢阿秋的事业茶，谢谢博成的告白气球。
对，然后反正我最近早餐就是吃一片那个吐司，比较饿的时候会吃两片，但是就是我是那种你知道第一次吃到这个东西觉得超好吃，我就是吃很多的人，所以我第一次吃到这个熟麸吐司，发现它超级好吃，在全联有卖，你们有看到可以去买，一包有八片，45块钱，但是它真的很蓬松，很松软，很好吃。反正就我第一天，我第一次吃到那个面包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吐司竟然能有如此松软的口感！然后我就吃了两片，然后再夹，就是加 cheese， 加番茄，然后再加蛋。就我没有那么喜欢吃荷包蛋，就是我喜欢打散蛋，就是吃起来比较蓬松这样子。对，然后跟我最爱的鲔鱼罐头，对，然后我第一天就是这样吃，非常的丰盛。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就这样吃了，连续吃了好几天嘛，然后我就说我的那个，我一次出门就是买一个礼拜的量，对，然后就在怎么讲，随日子逐渐减少我的食材，但是我觉得跟那个喜好有关，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就是超好吃，然后你就可以吃很多，可是就吃连续吃了几天之后，就是啊，吃一片吐司我就觉得饱了。然后番茄是一开始是放两大片番茄，有没有？然后我现在都只放一片番茄，就是吃一个配色，对，就是我的那个食材是逐渐在减量的，就是怎么说，就是因为你每天要吃一样东西，你会腻嘛，所以就越吃就越少这样。因为我的，可是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说，哦，我要吃我那个鲔鱼罐头。对，自己做早餐这样，可最后一天只有吐司片。哎，其实我其中有一天是，只有吐司的，就是因为每天要吃那个有一点腻，所以我有一天我是突然很想要吃甜的果酱，我家里有买巧克力酱，所以。我就有一天是只有吃吐司抹酱而已，对，就还是稍微换一下口味，对，反正，但是我后来都是只有吃一片吐司，因为反正我的配料已经很丰盛了嘛，但是我第一天的时候是这么丰盛的配料，然后加两片吐司这样夹着吃，就是超赞。然后对，然后我要说就是。今天为什么吃了三个地瓜呢？就是我的晚餐，对，我早餐早午餐都是吃固定这样子，这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吧。今天已经礼拜五了，我吃了五天了。然后我的晚餐呢，也是去菜市场买那个，那时候去菜市场买是青菜是3盘50，不是3盘3篮，就是用那种，就是如果大家有去菜市场，你就会看到用那种蓝色圆形的那种。塑胶篮，然后就里面放很多把青菜，然后那个时候去，我也是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去，其实就蛮便宜的，他就是一篮一篮的买，然后他因为想要快速卖完嘛，所以他就是便宜卖，一盘是20，然后3盘50。那我反正我就是一个礼拜出门才买一次的，我当然是买3盘，而且又省10块，因为他就是。一篮里面就超级多青菜的，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买了那3盘，今天吃完了，我青菜吃蛮多的，因为其实那个3盘，那3篮的青菜的量真的是蛮多的，对，那时候买的时候那个人都说哇，这可以吃一个星期，我心里想说对啊，我就是买一个星期的份啊，欸，但是我上次去菜市场是什么时候？是礼拜天吗？还是上礼拜五啊，我有点忘记了，我忘记我有没有吃一个礼拜，还是今天是第五天，我有点忘了，我好像是，我是这礼拜去的菜市场啊，反正因为我青菜吃的还蛮多的啦，反正我今天是把所有的菜都炒完然后吃完了，所以差不多明后天，对，要准
再去买齐下个星期的菜。然后反正我的晚餐啦，就都是吃青菜，青菜，然后加木耳或是菇类择一，对，然后跟鸡胸肉加蛋，就是我觉得我夏天喜欢吃个，冬天的话我很喜欢煮锅嘛，就是因为我一定营养要均衡，一定每一餐都要有青菜、菇类跟蛋，对，就是没有菇类的话，青菜跟蛋白质一定要，不管你蛋白质是吃肉也好，或是鸡蛋，反正就是蛋白质跟青菜纤维的部分一定要有。我上次才买是4月15哦，我看一下哦，4月15，今天是19、18、17、16、15，礼拜一。那我青菜我吃了5天，其实差不多啦。只是我真的蛮，我真的吃蛮多青菜的，对不对？就是那个量真的是可以吃一个星期的菜量。可是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吃哦，我一个人就吃完了这么多的菜，可是很便宜，50块，吃了5天呢，整整5天呢，这真的超划算的。因为反正青菜没什么热量，热量很低啊，就是可以多吃。对，反正我的晚餐就是都是吃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前几天有去超市一趟，然后有买了那个地瓜，也是打折的。然后呢，就想说，啊，就是去那个全联采买的时候，买一些干货零食饼干，饼干也吃完了。我吃饼干真的很凶哎，好可怕，不敢乱买零食。好，反正那时候就有买了地瓜，然后呢，就今天想说，也买了好几天，就把它拿去，就是气炸锅气炸一下，做烤地瓜。气炸锅做烤地瓜超级好吃的，然后就。它好像一袋里面是6个还是7个，对，然后我就去烤地瓜，然后结果因为真的太久没有吃烤地瓜 ，Oh my god！ 就它那地瓜其实是小小的这样子啊，可是因为我真的这次的这个地瓜，好，蚊子都跑掉了啦，没有跑去叮你，它是刚刚在这里，你们都不来救我。好，反正就因为很久没有吃烤地瓜，然后我就吃了一个惊为天人 ，Oh my god， 超好吃，超绵密的。对，然后就想说，可是哦，因为我昨天还要煮那个萝卜排骨汤，排骨也是那一天在那个超市买的，然后萝卜是，萝卜是之前。萝卜是哪里来的？邻居给的吗？是超大一条，吃超久的。然后反正萝卜也把它煮完了。反正昨天煮了萝卜汤，然后我就是喝那个萝卜排骨汤，然后配我的一大盘我的青菜，这样子就真蛮有饱足感的。就我一个礼拜几乎都吃这样子。然后其实这样子就已经蛮饱蛮丰盛的，可是烤完那地方这太香了，想说这小小一个，小小一个就吃一个吧，就吃了之后 ，Oh my god， 超好吃！我想说，那虽然有点饱了，可是想再吃一个好了，吃两个应该也还好吧，我又没有吃淀粉，对不对？然后就吃了第二个，然后就吃了第二个之后发现啊，超好吃的，然后就把第三个吃了之后，真的饱到不行，肚子已经鼓起来，想说不可以再吃了。要等我明天再吃，因为其实地瓜热量也不低，也差不多，那样也一碗白饭的热量超过我吃3个。可是我跟你们讲，我之前也是这样，就是很久没有吃烤地瓜，就我之前有一阵子是早餐都是吃地瓜，然后那时候是买，就菜市场卖，它是100块一大堆，它是卖一堆一堆的，然后那时候就先烤了一半，然后结果。太久没吃，我是狂吃了3个吧，然后超级无敌饱的。然后可是因为每天起床都吃地瓜，
每天早餐就是地瓜，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哇超好吃，早餐好像可以吃三个还是四个地瓜吧，然后再配一杯黑豆浆这样，然后就每天都吃一样，之后到最后一天早上啊吃半个地瓜饱了。Mina 是怎么减肥的？就是呢吃的很健康之外，你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当你这样连续吃一个礼拜之后呢，你就会你的食量就会变小。就是你第一天你明明就可以吃四个烤地瓜，对不对？可是你每天这样吃，我第二天就吃两个，然后第三天一个，然后吃到第五天半个，好像饱了。其实是腻了，你知道吗？就是跟吐司同理，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每天吃。可是每天吃一样的东西之外，我是越吃越少，就没有第一天吃那种哇，我很惊讶的感觉，对。所以大家推荐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可以试试看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但我差不多，我的规律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会换一次 menu 这样子。然后日常可能会有点小变化，就像我每天要吃那个，就是炒那个，我不知道那道料理要叫什么，炸炊吗？就是青菜加菇类加蛋加鸡胸肉的那个。那个我不知道那个要叫什么，反正我夏天我很爱吃那个，就很清爽的味道这样子。但那个虽然每天几乎都吃这样，可是内容会不一样。就比如说青菜，我今天吃小白菜，我明天换青江菜，然后还有地瓜叶，因为我那时候是买三盘50嘛，所以我会就是每天会换不同的青菜去吃这样子。然后像那个菇类，有时候是换成木耳啊，就是或是有时候可以换成玉米笋啊之类的，就是青菜是会换种类嘛，然后里面的配料就稍微换一下，然后蛋跟鸡胸肉就长那个样子啦。炸炊里面会有饭，我不知道我那个料理要叫什么，炒什锦吗？炒鲜蔬，反正我夏天很喜欢吃那个，超好吃，而且很有饱足感。就虽然每天看似是一样，就是我都说是炒青菜，然后加巴巴巴，但是青菜的内容是有在变化的，所以还是不太一样。对，我就是一个东西很好吃，我就会拼命吃的。对，反正我今天吃了三个地瓜，然后所以奶奶回家看着我的脸，她就说：“你今天脸是不是特别圆？”然后我就很心虚，我就说是因为我晚餐吃了三个烤地瓜吗？然后奶奶说：“不知道，你今天脸就特别圆。”然后我想说：“可是因为我晚餐7点左右吃的嘛，奶奶回家的时候是8点。”我想说有那么快哦？我7点吃了三个烤地瓜，然后我奶奶8点回来看到我，她就已经发现我脸变圆了。有这么快吗？有这么快吗？还是我今天脸真的有特别圆吗？我今天。我昨天才称我的体重，我昨天称是39.7，哎，就是这算是我一个就是正常的体重，也没有不是特别胖或特别瘦的时候嘛，就是正常的体重。可是到底为什么？就对啊，我明明我现在就很正常，我脸真的有比较圆吗？我真的看不出来，我真的看不出来，我到底为什么脸那么圆？这脸是39公斤的脸吗？我也觉得不像哎、欸。我这脸出去说39公斤，谁相信？这脸怎么看都50公斤吧？这脸那么胖，脸这么多肉，我脸真的很胖，我都不知道。而且奶奶又说我今天脸特别特别圆，有吗？我真的看不出来。奶奶回家的时候我不是长这个发型，我刚刚是直播前特别绑的。奶奶回家的时候，
好啦，因为我平常在家都是就是勾耳后，奶奶平常看到我是这个状态，所以她可能我不知道，她是说我今天脸特别圆，那可能就是有特别圆吧，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真的没有，我现在没有特别胖或特别瘦，就是正常的体重。谢谢天如鼠的戳戳你，对，我想说，我晚餐吃地瓜有那么快脸就变圆吗？有这么可怕、欸？刚刚有人说夜蝶现在是第一名， Mina 有准备好没有？不是，我要准备什么？但到时候 也不会是我跳吧？不一定是我跳啊，应该是我会跳的几率也太低了吧。咀嚼肌充血变大，咀嚼肌充血是认真吗？有这件事吗？咀嚼肌会充血，可是地瓜也不太需要咀嚼吧，就地瓜就软绵绵的，我又不是说吃了什么很坚硬的什么东西啊。突然好想吃嫩豆腐，因为看着自己的脸，看着自己的脸，突然觉得，下礼拜的菜单可以加入一点嫩豆腐，感觉会蛮好吃的，而且咀嚼肌也不会变大。奶奶看了有肚子饿吗？奶奶每天看到我都很饿，好不好？小雨跟 Mina 的呼声很高，是吗？你们是认真的吗？对，我有看了那个上次速报的那个名次，我喜欢的五首歌都有在榜内，不错。不过还离截止日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也还不确定。但我很意外，夜蝶是第一名哦！大家有那么喜欢这首歌哦？大家有那么喜欢这首歌哦？我真的不知道哎，大家投这首歌应该底下会备注想看谁跳吧，但我没想过会是我跳，我就不可能是我跳吧，因为感觉就是成员有特别拉票的歌曲，大家就会去投。比如说01就是教大家说，哎，就是一秒一秒越好是 TP 的第一首原创歌，叫大家投，所以一秒一秒越好的那个名次就很前面嘛。然后像小晴的话就说她喜欢那个什么什么为何银河如此闪亮，所以那首歌名次也是第三名嘛，是前三这样子。对，然后我讲的五首歌就虽然说也不是在特别前面的名字，但是就是有在榜内嘛，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就说哎大家一定要支持这首歌讲，没有，我就是说我自己的话我会投这五首，但是投票权在你们，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投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样，所以我没有特别说我一定要哪一首歌出现在榜内，就是我的心态就比较佛嘛，就是有就有，没有的话就是这是大家投出来的，所以尊重。对，然后可是我没想到夜蝶是第一名哦，我想到，但我没想过会，我觉得不可能会是我跳啦，就是因为我又没推荐这首歌，我觉得怎么可能是我跳，所以我没有特别的想法。而且我跟小雨跳，这能播吗？这不可能吧？我觉得会有警察把我抓走。向前走居然在榜上哦，我也蛮意外。我有看到向前走跟勾闹，勾闹好像是差一点点，还没有入榜呢，是30名以内。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这两首也确实是好歌啦，只是说，如果比如说勾闹，如果最后真的就是有在25名以内的话，那就看到时候就是怎么安排唱的人，因为肯定不会是。肯定不会是原班人马唱嘛，可是就会是有新的歌唱分配这样子，但我觉得也不错，因为这两首的话就是比较展现的是唱功嘛。夜蝶跟拉链不用拉票就会有人投，你们很糟糕哎、欸，你们这些糟糕的大人。对啊，夜蝶完全没有拉票，然后直接第一名。可是这只是速报啦，所以好不好？大家还是可以，我不知道哎、欸。但夜蝶好像一直都是，一直都在 AKB 里面一直都算是
人气曲吧。周边生鞋也还没开卖，我都不知道那个生鞋是怎么样，什么时候买。Hello， 袁公公晚安。要怎么知道谁呼声高？我不知道，我直播间一直有人造谣说要看我跟小雨跳啊。这个就算你们造谣也没有用，好不好？这公司营运不会同意吧？对啊，夜蝶有很多人，我说大家想看夜蝶的组合应该有蛮多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看，我不知道，可能三四起跳之类的。糟糕的两手都有投，看你们就是糟糕的大人。哦，那还有毒蜘蛛，我那时候看到毒蜘蛛想说，欸，毒蜘蛛这都已经，这怎么讲，因为公演曲大家前面已经看了两年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公演曲的话感觉好像就是大家比较会投是 mini con， 因为 mini concert 的歌就是更久更少机会可以跳嘛，就大家真的只有周年演唱会之类才有机会看到，对，然后所以公演曲其实入选的就比较少，然后就我居然看到了毒蜘蛛，然后就想说，嗯，好吧，大家就是喜欢这种，你知道，有点色色，这算吗？就是有点，好啦，对啊，算是吧，有点色色的歌。就算大家已经就是之前看公演已经看那么多次，但大家还是投这一首歌，然后反而什么？毒蜘蛛的排名还比那个可以做你的女友吗前面呢，我很惊讶，我想说我以为大家会比较喜欢女友，但有可能因为商演其实有机会跳到女友这首歌，所以可能他的排名就没有那么前面，但是商演跳毒蜘蛛很奇怪嘛，你在厂商面前那边男人全都像是一只毒蜘蛛，有点奇怪啦，所以商演比较不太会跳。但就觉得好像怎么讲，我心目中的榜单跟速报的有一点落差，就想，但我知道有落差的，我就想了一下，想说也是啊，因为毕竟你们就是糟糕的大人啊，所以我就是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有点想说，哎，跟我想的有一点不一样，第一名夜蝶哦，毒蜘蛛怎么这么前面这样子，然后还有 Go No 向前走，哦，所以大家其实还是会喜欢这样类型的歌这样子。就是一开始是有点压抑，但想了一下就觉得嗯正常啊，就是能懂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投。就直接肩带管不住。欸，可是我们以前跳 reset 公演的时候还蛮常会有那个就是怎么讲，就是厂商会来看表演的。我就想说他们那时候看到毒蜘蛛到底什么心情，还是其实没听懂歌词在唱什么。但像我们现在公演几乎都没有，好像没有目前为止没有厂商来看过，欸，就我们现在完全是一个地下偶像团体，就是没有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的一个状态。你们想要看那个衣服？有人大家还没有投票，所以到时候那个会可能我觉得会跟速报差蛮多的吧。对啊，我们就是怎么讲跳，就是跳手牵手到现在好像没有。应该说一起毕业之后，一起毕业之前那一段我不确定有没有，但是就是重新组歌之后跳的公演从来没有厂商来看过，就我所知是没有。对，然后这次也是突然看到官方发了跟什么合作，是一个是卖什么的方衣物，南桥水晶。对，我也是看 IG 的时候才突然知道，欸，
我就说我每次消息都比你们慢啊，你们常常都是秒站还是什么，然后我那时候看着已经是下午了，就突然看，我怎么在上面，南桥人你是什么东西，我每次都看官方公告我才知道事情，对啊，然后想说那是什么，南桥是很老的牌子，好酷哦，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是应该 reset 了吗？我也觉得比较适合 reset， 但是好吧，这算是我们首次，哎，也不是首次啊，之前一期还在的时候有那个嘛，美琪那个干洗手过，南桥神经的我没有看过广告哎。反正就是来看公演有免费的试用包可以拿，哎，我这个月的公演是跳礼拜五场次的，好像还有票券可以买，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拿试用包的话可以来看礼拜五的哦。嘻嘻嘻，谢谢 Mabu 的重训完的奶油泡芙。听说这个月也有钱多，哪里听说的？我到底为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有写？是售票的网页上有写吗？前座在跳什么？小晴在直播暗示，哦，事务报的时候说的，好吧。好吧，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要疯了，连我自己出现在那个照片上我都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东西啊，蚊子，他在攻击我的脸，你没有看到吗？他咻一下就不见了，嗯，臭蚊子，你们看看在哪里吗？啊，我看到了，哼，这个焦香味，哼，还终究还是难逃我的法网，谢谢大家，哼，终于打到他，臭蚊子，哼，好，我们刚才讲到哪里，有没有我的血，没有，我还没有被顶，只是他一直在我旁边飞来飞去很烦，谢谢兔子姐的掌声鼓励，有一个焦香味，谢谢阿秋的一封信，谢谢德瑞克跟博成掌声鼓励。我刚才讲到哪里？没有暗示是直接讲出来。那到底谁在那边说是暗示？明明就直接讲了。一起还在的，好像 Mina 不是一起，也不是啊，就是我说一起的毕业生们还在的时候。前座难道真的要跳那个吗？要洗的衣服吗？会不会啊？因为这次有业配的话，感觉好像有可能，欸，是不是？感觉几率很大，我也觉得，欸，我觉得有可能，欸，我觉得有可能，欸，好好笑，我一个我明明是团员，然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然后都要你们跟我讲，然后我还在那边跟你们一起猜前奏曲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要洗的衣服们了吧，因为入场的时候就发那个啊，就发洗衣精试用包，感觉就是要洗的衣服们了，而且这次搞不好会有厂商来看，因为我不是说之前都没有厂商来看吗，这次感觉有机会，只是不知道会是礼拜几来，但是感觉有可能。
照片有 Mina 会不会 Mina 要跳？怎么可能？我自己要跳，我本人不知道。怎么可能？我要跳，我本人不知道。我连我为什么出现在照片上我都不知道了，有可能吗？根本就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了。一云有透露说星期五会很吵，很吵是什么意思？星期五会很吵哦，但我觉得很吵的意思可能是不是星期五有公关喜，就是可能一云请他的朋友来，或者是请，因为像之前也有其他一起生毕业生来看，就是会不会是那种可能气氛组的，比如说我想想谁会是气氛组。蛤，我目前想不到谁比较会是气氛组，我只是根据大家的留言在推测。如果星期五会很吵，感觉会来比较嗨的人吗？然后就在那边哇，就是你知道就是什么时候都要叫一下的那种之类的。我在想啊，王毅家之类的吗？有可能。不然我想不到还有什么会很吵的理由啊。小三美玲，可是他们来看过，他们会那么频繁来看吗？还是他们想要拿试用包？有可能直接给他们就好，他们要特地来看公演，我不知道，我也只是推测，就毕竟我跟这间公司好像没什么关联，也不是这样讲，就是我意思就是说，啊，好怕说错话，我意思是说我好像。就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啊，然后我刚刚看线动就想说，哦，他们今天有去商演嘛，就是带世奇去商演，然后想说，哦，原来还是有表演的，这样，就是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哎、欸。但是我今天还在看我就是今年的行事历，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因为我今天有公布那个嘛，就是我参加阿庆办的歌唱比赛，然后有进到复赛。因为我那天直播还说，他才选15个人，感觉就是被选到的机会不大这样。然后就今天就公布，其实我昨天就知道了，但是因为他还没有公布，我就没有先跟你们讲。对，所以我那时候看到有。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觉得怎么说，就是我这种声音嘛，就是因为比较不是我声音比较细，然后有点童音，所以其实就是以歌唱比赛来说，就是可能不太容易被选到，对。所以其实，但是因为我一开始看到他说就是。进复赛的话就可以获得阿庆老师，就是因为他最近有发新的专辑，可以获得他亲笔签名的专辑，然后就觉得如果可以进复赛的话就很好了，就我不在乎，就是因为他最后是选优胜的2名才可以就是跟他同台演唱嘛，对。然后还有一个是人气奖的话好像也是可以，可是因为说真的 Hello 燕如晚安，可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今天公布了15个那个名单，然后我做了一下身家调查，也不能说身家调查，就稍微我去听了一下大家就是初赛到底唱的怎么样，然后就点第一个进去就看到一个粉丝数好像是7-8万，然后就哇，是我的2倍耶，就觉得哇，不会全部都是这样的吧，就很可怕，然后就看了一下其他人。就介绍，然后就是人家的那个影片啊，就是是街头，人家是街头艺人跟驻唱歌手蛮多的，就15个里面，就是我看到这个我就怕了嘛，就是因为就是人家街头艺人也好，或是就是那种驻唱歌手，他就是。有很丰富的舞台经验，就是虽然我舞台经验也不少，但是我们是在公演，然后就是大家一起齐唱比较多，然后那么多人一起，可是他们其他参赛者是那种是 live 现场演唱的那种
舞台经验，就是跟平常唱跳大家齐唱的舞台经验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 AKB 真的很少机会是就是安安静静站在那边唱一首歌，真的非常少。就是顶多像365的纸飞机啊，或者是绿草地上的奇迹啊，然后还有什么，好像主要这两首吧，目前想到这两首。就是但是也顶多就是开头的第一段或是第一句是就是那个 center 唱这样子而已，然后其他还是一起唱，就是很少会一个人站在台上唱完完整的一首歌。对，所以我就看到其他参赛者就是街头艺人驻唱歌手的其实还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森林之王的选手，对，然后还有看到有一个是歌唱老师，然后我看到我想说哇，歌唱老师那肯定就是绝对比我知道怎么唱歌吧。然后森林的选手就不用说了，就是森林之王我之前也有报名过，根本就进不了，所以就觉得天哪，就是选秀比赛而且是歌唱选秀比赛磨练过的那这什么逼啊。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当然还是有其他就是一些素人在里面，就大概一半一半吧，但我就觉得有点哇，只有选两的话好像没什么胜算，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要不要拼看看那个人气奖，就是人气的话也是有机会跟阿庆老师同台嘛，可是他人气的话就是好像是说到时候会把复赛的影片然后上传上去，然后再看大家的分享数、留言数、按赞数这样子。可是我看到里面就是除了有我刚才说的有一个粉丝七八万是我的两倍之外，还有一个是二十几万人，他是随便一个贴文就几千个赞的，我现在发一个贴文都不到一千个赞，就是然后我想说这样我要怎么比呀、欸？就是对啊，就是本来想说人气的话应该可以平摊，可是我看到人家不是二十几万，这怎么比呀、啊？就是虽然说我前阵子拍了蛮多 reels， 我的粉丝数是有显著的增加，但是我的按赞数越来越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粉丝数有增加，可是按赞数没有，就是越来越低。对，所以我是觉得，虽然我一开始本来就是抱持着一个志在参加，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进到复赛的话，其实有那个签名专辑就已经很开心了。对，然后主要是因为我就说了嘛，就是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舞台，就我今天才在回去看我的行事历，我真的今年我记得我去年年末的时候我就发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发那个。我那时候是发了一首翻唱的 cover， 那时候是唱有阿修比群青的中文版嘛，在年末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谢谢米酒的水枪 biu biu，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2023年其实过得就是挺不好的，对，就是有一种一直在追梦想，可是却什么都没有的那一种无力感，然后特别是在一起生毕业之后，真的是那时候空窗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宣传跟活动，所以在今年我就很积极的，就是拍短影片也好，或是怎么样，就是看到各种机会，都想要去试试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需要舞台的人，我在舞台上我才像是活着，可是这么长时间没有舞台的状况下，我其实觉得会有一种很沮丧的心情，就是因为在舞台上的我才是活着，可是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舞台，所以会开始有很多自我怀疑，然后也心情很沮丧。对，然后我又回去看了一下我，就是因为我2023过得很差嘛，所以2024想说要试着就是积极一点，就是去寻找我的舞台，可是呢好像也不是那么顺遂。对，像今年的话其实现在都已经四月中了哦，
是我今年根本就没有接到什么什么活动，就是除了公演之外，一月份好像没有活动，然后二月份接了一场粉丝的婚礼表演，然后音乐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舞台，然后三月份又没有，四月份没有，然后五六月份行事历还是空白的，就是哦对，嘉义的活动，三月份是有，三月二号我看了，三月二号有一个嘉义的活动，然后就没有了，就觉得。等于平均下来就是一个月只有一场活动嘛，然后我就想，因为像粉丝婚礼的那个，其实就是粉丝会指定成员，所以才会有我嘛。那要是我没有接到那一场呢？然后音乐机要是我没有去争取这个舞台呢？那我就只剩下嘉义那一场商演了，等于我已经快过了大半年，我只有一场商演而已。然后这个嘉义的商演也是因为去年的时候有去过了，然后那时候那个乡长嘛就很热情，就说啊明年一定再邀请你们来这样，然后也真的说到做到了，所以才有这一场，就是唯一的一场。对。哦，对呢，最近也有看到有开始推成员去校园主持嘛，但是我还是一个 nobody 啊，就是我其实没有排斥主持这件事情，但是也许公司不知道我喜欢主持，但是我觉得面面跟祖祖确实是很适合校园主持啊，就是如果真的要比主持的话，好像也不会，我也不会是公司想到的人选，而且他们也不了解我，毕竟我也没有进公司，他们也没有机会认识我。但是就觉得，虽然我不排斥主持，但我最喜欢的绝对是表演。可是，就是真的没有一个表演的舞台耶，然后就觉得。就是好想要舞台，就是每天都会在心里呐喊好想要舞台哦这样子，所以就是还是很开心啦，就是这次可以进这个复赛，就是对，虽然我知道我的那个胜算不大，对，但是至少就是有这个舞台，就是我已经很珍惜了。下一个目标是多进公司，不是我没有事情，我到底去公司干嘛？就是我根本没有事情啊，我到底去，就是我不懂哎，就是叫我去公司，那我去公司到底要干嘛？而且不是公司叫我去公司，是粉丝叫我去公司，我去公司干嘛？我公司没叫我去啊，就是公司没叫我去，我去干嘛？我又没事做。吹冷气，不是啊，我到底去公司，我又没有事情要做，我到底去公司干嘛？为了刷存在这点，就为了刷存在去公司有什么意义？我不懂意义是什么。我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如果你们只是觉得，就是像我说的，我平常根本就没有没事，因为公司也没叫我啊。我是有工作，我一定使命必达的人，但是我就没工作，我到底去公司干嘛？就是你们叫我为了刷存在，每天去公司晃晃，然后呢，我可以得到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如果要我没事去公司晃晃，我宁可把那个交通时间跟那个交通费省下来，我在家练我的才艺，我觉得这还比较实际。对我来说是这样啊。
今天商演组合看起来很常去公司哦，所以公司派人出去商演的态度是这样吗？就是哦，这个人很常去公司，所以我就给你工作嘛，是这样子吗？那这样子的公司也太奇怪了吧？这是什么道理？常去公司然后就可以有工作？我不懂这个，我不认为是这样子。Mina 有空时还会在创作歌曲吗？一直都有啊，只是说我自己的创作就是很简单的哼哼唱唱拿着吉他，但是要制作成一首歌的话，我只会写这个曲，我不会混音伴奏这些东西，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我还是需要寻求外面的人帮忙，但是如果找人家编曲制作一首歌的话，就是上万元是跑不掉的，但我根本没有这个资本。但是我最近有在想，就是可能试着自己用音乐软体看能不能够弄出一小段副歌发上来给大家听，这样子。就是我还是希望持续有作品输出，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金钱可以就是做出完整一首歌。就是像之前林杰星，他是很花得起这个钱，就是他很舍得就是花几万块去找别人做一首歌，但是对我来说，我又没有，就是我又没有要正式发行，我又没有要怎么样，就是我要花这么多钱干嘛？就是除非说我毕业之后，然后我想要当专业歌手，我想要自己筹钱募资发片，那我当然愿意会花这个钱。但我现在的状况不是啊，我本业还是偶像啊，所以我只能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可能可以试着发一小段副歌之类的，然后就是用我现在自己手边有的资源，我会的东西，就只能是这样。但是创作一直是有的。反正我对于我知道大家的出发点可能是出于好意，就觉得啊，你就是对，你就常去公司露露脸呢，也许就有机会还是什么。但是我说真的，我自己觉得，如果一间公司，我不知道公司是怎么样子安排每一场商演的人选啊，就目前看来，应该是就是会希望是一起搭配，就是二三四期。其实二期也算是前辈，就搭配三四期，就是带他们出去，然后就是开开眼界，培养经验值之类的。但是，我身为一个一期，其实也跟我是不是一期也没有关系，就是关于你们说叫我常去公司露脸刷存在这件事，其实我是有一点鄙视的。我老实说，就我会觉得。就是我今天我的能力，我如果有到那边，我还需要去做露脸刷脸刷存在这件事吗？那如果公司没有看到我，那就说明是我的能力不足，没有被认可之类的啊。就是我不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能力够，你在哪你都会被看到，如果没看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公司没在看，不然就是你还不够亮，你不够努力之类的吧。但我不认为就是你完全不努力，然后你一天到晚去公司刷脸，这样有什么帮助？就是我会觉得我很不屑做这样子的事情。就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因为我很少去公司，然后就没有被看到的话，那我就觉得那就算了。就是我自己会找别的方法被看到，但是我觉得那个方法不会是去公司刷脸。对，我跟公司的连接很少，但是这也不是我。就是我就
是 AKB48 TP 的成员啊，就是我每个月公演我还是有出现啊，这就是我跟公司唯一的连结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我跟公司连接很少的这件事情，就是，就是我的问题吗？还是是怎么样？就我没有刻意，我没有少出席公司安排的所有活动啊，但是大家居然觉得我跟公司的连接很少，所以是我的问题吗？职场也有很多厉害的人被掩盖，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东西还是对运气是一个，然后我觉得缘分也是一个，也许我真的跟豪言没有什么缘分嘛，我不知道，才会让你们觉得我对跟公司的连结这么低，就是是不是少了一点缘分？去公司可以做好多事，没有哎、欸，我记得我有一次啊，我忘记好蛮久以前了，就是今年啦，好像是不是就是嘉义的那一场商演？然后回程的时候，我们就是搭高铁嘛。然后因为公司都会是怎么讲，就是买大家是在同一个站下车的，对。可是因为我家其实在前一个站下车比较顺路，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商演回家的时候也都蛮晚了，那我没有必要就是先搭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嘛，所以我就问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提早下车这样，那我到时候有进公司的时候再把这个票跟就是给公司报账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经纪姐姐说，哦，可以呀、啊，然后我就先下车，所以我提早下车，我等于我就省了一个小时的那个车程的时间，对。然后结果原本公司是说，就是对下次有进公司的时候再给那个票根就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好像才隔了两天吧，然后姐姐就说一定要今天或是明天就把票根拿回来，可是明明我就是我在隔一天就会去公司，可是姐姐就说不行，你就是一定要这一天一定要把你的那个票根回来才能够保障。然后我就想说怎么那么急，就是但是没办法，因为姐姐就说一定要立刻马上，所以我就为了还拿那一张票根去给公司保障，所以我那天就特地出门去公司，然后等于说因为我去公司我要花两个小时以上，然后我等于我那天省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回家嘛，可是我花了两倍以上的时间，然后还有交通费，因为那个高铁票原本是公司出钱报账的，然后结果我等于多花了去公司的那个车钱，就我去公司一趟差不多要花来回要100块，就是搭捷运，然后加上那个车程，我花了两倍以上的时间，对，然后我就觉得，那早知道我那时候就跟着大家在同一站下车就好了，就我省了那一小时，结果我没想到我事后要花更多的两倍的时间跟交通费去还那一张车票，然后你们说我去公司有别的事情，我到底要做什么？我那天我真的就特地花了两个小时去公司，然后交了那张票，然后我就离开公司了，因为我在公司根本就没有事情可以做啊。我那时候去进公司，甚至是
就是进公司你要打招呼嘛，就哎大家早安早安，然后这样进去，然后交完车票不到一分钟我离开公司，然后所有人都就是我才刚打招呼你知道吗，然后就下一秒就拜拜，大家辛苦了，然后大家都想说你来公司这么快就要走啊，就说哦对啊我来交车票这样，就是我真的不懂哎，就是大家到底叫我去没事去公司干嘛，我去公司就真的没有事情啊，我去公司就真的没有事情啊，我到底去干嘛，这不是可以申请购票证明就好了吗，但是没有，因为我们的票是就是公司那边就是统一买的，然后因为我们不是电子票券，是选这实体票券，所以就一定要就是拿那个实体票根去给公司保障。先不管那个时间性怎么样，但是我刚刚看到有些人的留言是有点就觉得说我都不出门那当然没有机会啊，就是我跟公司连接性太少什么什么，但我讲这个故事我只想告诉大家，就是我去公司就真的没有事情可以做啊，就是我有没有没事的时候去过公司，有，就是那一次就是交车票，但是就交完之后就真的没有别的事，我就回家，我就为了交那个特地出门，我自己都觉得很浪费时间，就去公司就是不能干嘛，就没有干嘛，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干嘛。去公司可以问姐姐有没有新的消息或注意一下，没有啊，没有啊，公司对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你知道吗，就是没对我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啊、我就说了我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很怎么讲，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有老板缘的人嘛，算我对就是所以你们那些一直叫我去公司刷脸的人，就是我就说这是一个缘分的东西，不是说我去了就可以得到什么机会还是刷什么存在，就没有我就是去了一分钟能够刷到什么存在，我不觉得有现在没有自主练习，现在比较少，我觉得其实主要是就是大家可能兜了起来的时间太少了吧，对，但是公演前还是会有培训课程啊，还是有培训课，只是就不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是每次只要约自主练习到的人都非常少，就基本上只会有一半的人到，就一定要老师排培训课程大家就会到，可是如果是自己约自主练的话就是大家都会有事情不来，就是可能觉得自主练不是很重要吧，我不知道，反正自主练常常会到的人很少，所以现在就几乎都没有自主练，因为到的人很少，就我们走位那些就没有意义啦，所以就只能变成是老师强制排。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对事情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很重要的话，你排除万难，你都会到嘛。可是可能自主练就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觉得就是那个优先顺序没有那么高，可能说这个 礼拜好像很多人是那个嘛期中考周，所以可能 就会觉得那可能是读书比较重要，那自主练就排后面，但这就是没有对跟错啊，只是每个人的那个优先顺序，因为
像我的话，就我就是一个闲闲没事的人。对，虽然我现在还是有在准备考试啊，但是我的话，我一直以来都是把工作放优先的，就是培训课程对我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是会把它，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到，我是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啊，就是有些人可能是 maybe 是家长的压力啊，就觉得学校课业为重啊，所以就是考试重要之类的也有可能。所以反正就是自主力的话，到的人都蛮少的，所以就是现在就没有蛮久没有排自主练，但是公演前还是会有老师安排的培训，这样就是大家基本上都会到这样子。Mina 在舞台上特别显眼，不是因为脸颊肉特别蓬吧？特别显眼，跳舞的时候怎么有一个肉在那边甩？Hello， 泰坦晚安。谢谢太空钟情玫瑰，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还是有一点小鼻塞，我等一下再吃一下药。谢谢天竺鼠的告白气球，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活动真的很少很少，感觉好像粉丝的那个信仰度嘛也有点降低的感觉。就是我很懂啦，就是每次看完现场的表演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怎么讲，一种充满能量的感觉。但是现在真的太少活动了，就是也不是说大家每个月公演都能够参与到的嘛，就是真的是太少舞台了，然后就觉得可能有些人的信仰已经不见了。就像现在直播啊，我现在直播的人数就都这样，就之前直播的话至少都会有100多个人到200观看，然后现在是有七八十就算很不错了。然后直播也不是直播 ，IG 的发文也是啊，就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之前随便发也要有个最少也要有个1500吧的赞数，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可能跟演算法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发文的话是连超过1000 like 都很困难了。然后我就有点觉得就是虽然大家可能会说不用太在意这些数字什么的，但是这是很肉眼可见的，就是你的关注度就是真的正在降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所以我也一直很想赶快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大家看。对，大家快要有了，我下一个礼拜会发一支很赞很精致的影片。对，所以希望可以帮大家补充一点信仰，但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是那个期中考周，然后好像最近也蛮多人就是要考什么检定考啊，还有学测统测，好像就是最近，所以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啦，就是滑社群的时间变少了也有关系。但是厉害的人他的有吗？地震吗？我都没感觉。但是厉害的人他的作品，好的作品出来还是很多人听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就是我给自己的关注度变低的借口。对，就不是说什么啊现在可能期中考所以大家比较忙，没有，但厉害的他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发还是有很多的关注度，这就只是单纯现在的就是可能真的是缺少舞台，所以关注度变低也是很正常的。要
为公司帮我们曝光，嗯，这个蛮困难的，就是真的只能靠自己，就是至少就现阶段来讲，像我之前不是也是自己去报名的那个女足的海选嘛，然后我也是想说，哎，都结束了，那原本是有说要开放网络投票什么的嘛，然后我就想说看一下怎么样了，然后就去他们官网看，然后就说因为那个报名实在太踊跃了，所以他们就打算要延长这个海选，对，然后又延到好像六月多吧，对，然后我就想说这不就很热烈了吗，然后你还要再延长，那不是更难选人了，就是我本来很期待就是有没有办法多这个机会，对，就一拖又拖更久，就心悬在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因为我真的太渴望舞台，太想要一个舞台了，不管是什么形式，其实我常常会在想，就是就像我刚才前面有讲到，就是我明明一开始就是，其实这个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了啦，就是明明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喜欢唱歌跳舞，想要当偶像，想要闪闪发光，但是我没想到自己就是还要拍搞笑短片啊，还要练足球啊，还要去外面，就是我以为就是成为偶像之后我就可以，你知道，就是当好好的当偶像，然后我没想到就是没有舞台，所以我还要去外面参加比赛，去争取舞台的机会这样子，然后录 cover 也好啊，剪片也好啊，然后都会觉得还有要画画什么的啊，然后就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根本就是以前根本没想过自己要做的东西，就觉得有时候会自己在自我怀疑吧，就想说这些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可是也许这些东西真的不是我那么擅长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真的太想要舞台了，所以不管用什么方式我都愿意去尝试，但是有时候会自己觉得怎么讲，会有点担心会不会迷失了自我，就 有点觉得不知道，哎，就是也是挺迷惘的吧，Hello， 大家晚安。谢谢小馆面线的泡芙甜汤。对，最近真的是压力好大哦，真的有一种唉，书读不完的感觉。我已经有做好明年重考的准备了，但是就是要从，应该说现在就要开始准备了，就一直准备，然后今年都没考过，继续读这样子。哦，然后考多益的成绩也出来了，就是跟模拟考的成绩差不多，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去多考一次了，所以我看到多益的成绩出来，我其实蛮沮丧的。因为我上网看了一下，就是怎么讲，因为我要拿考试的成绩去申请学校，可是考试的话是一个月办一次，然后你还要等成绩寄送什么的，所以其实我真的没有时间再去多考一次了。对，我觉得很沮丧耶，就是我现在居然连700分都考不到，就是
我是考680分啊，但明明就差一点点，至少7好看一点嘛。我以前明明是可以考到是蓝色还是绿色的，我搞不清楚。然后现在居然只能考到这样子，连个7开头都没有，我就觉得也退步太多了吧。当然说我后面有20题没写完是蛮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有写完的话绝对是可以700的，就是我自己练习不足，太久没考试了。但就觉得真的是浪费钱耶，就是考了这么差，蓝色要700的，我以前明明就是蓝色的人，然后我现在连700分都考不到，我退步了这么多。所以其实看到多益的成绩出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统测大概也凶多吉少啊，而且我现在根本就看不完，还有那些文言文根本就来不及看，我光是那些字音字形我都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对，就真的觉得有种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对啊，从去年准备日检以来到现在，然后考的每一场试就是全部都做得不好，明明以前考试对我来说就是很轻松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全部都做得比以前的7年前的自己还要差，就是真的是，然后重点是偶像也当得不好，也不能说偶像当得不好，我觉得以当偶像来说，我还是一个称职的偶像，只是说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大红大紫的偶像，然后就会觉得好像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的感觉。来唱一下歌，还有什么没有聊到的？目前只有家喻户晓的程度，家喻户晓，新粉也不见得知道吧。复赛的歌曲有指定吗？哦，复赛的歌曲的话是有说自己选3首歌，就是给主办方，然后但是最后你唱的哪一首歌是主办方决定，这样子，就是你给他们3首歌，然后他们会从3首歌里面选你最后要唱的是哪一首歌，这样。所以我已经把我的3首歌交出去了，但是我不知道最后他们会选哪一首歌，这样子。不限制曲目吗？基本上是没有限制啊，但是我还是都是选阿庆老师写的歌。因为我觉得他写的歌里面就有很多我想唱的啦，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歌曲。但我觉得他们要指定歌曲，应该是怕大家都唱同一首歌之类的吧？因为像初赛其实好像就蛮多人都是唱《月牙湾》的，对，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会是希望有不同面向的歌曲，就不要重复。但我自己觉得我的选歌应该好啦，虽然我给的3首歌有2首都算是
热门曲目，但是其中有一首算是冷门的吧。我希望他选冷门的，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冷门歌的人。对，但是还不知道他们最后会选哪一首歌，所以我现在也还不知道要怎么练习。我就是在赌他会选我最想唱的那一首，其实三首歌都喜欢啦，但是就是如果选定哪一首歌就要开始好好练，毕竟五月也蛮快的，舞台表现也是一部分。我这个就没什么自信啦，就是毕竟就是我说了嘛，就是平常没有就是自己就是怎么讲这种 live 一个人演唱的这种舞台经验真的比较没有，真的没有，所以真的会蛮害怕的。而且我就说了，我以前报过很多歌唱比赛，就是从来没有一次进过复赛，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应该说我现在也还是啊，就是我是 I 人嘛，就是很内向的人，然后我又是那种就是上台特别容易紧张的人，对，然后有点人群恐惧，所以特别是比赛的那种气氛会让人家觉得你知道很窒息，对，所以对于台风也不是很有自信，就是你要跟那些什么街头艺人驻唱歌手比怎么比。而且我有点进去看，有一个街头艺人他在街头演唱的影片是破百万观看的，然后看到想说那这就代表就是街头演唱的影片可以破百万观看，那就说明他现场 live 的唱功非常的好，音准非常好，所以才会观看那么高嘛。你如果进录音室你可以修音，可是 Life 可以做到这样子，那就是真的很厉害。我想说我要拿什么跟人家比，我真的很害怕，所以我自己也很担心，就是因为过往参加歌唱比赛就是每次站上台就是一直发抖然后唱不好的那种，就虽然现在已经舞台经验那么多年就是不太会上台发抖了，可是我就觉得我还是会担心，就是因为毕竟是比赛，歌唱比赛嘛，我还是很担心我站上台，然后会，你知道过往的那个恐惧会袭来，我就会开始发抖，就会唱不好，所以我真的很紧张。谢谢君生的四叶草。我觉得唱歌这种东西啊，不是说努力一定会进步，但是要成为天才型歌手，我觉得还是很吃天分的，就是。像你的音色就蛮重要的。你们在现场我会比较安心吗？当然会啊，只是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打口，就是因为应该是华语歌都是抒情歌比较多，就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打口。因为过往参加那种歌唱比赛，我不知道，我就是看到台下就是都是陌生人，我就觉得很恐怖，就会一直发抖。想象在乌美唱会好点吗？我没有办法想象在乌美唱，因为平常在乌美都是唱唱跳跳的，就是不是那种就不是一个人独唱的环境啊。而且我就说了，因为在乌美的话，就是都是熟悉的场地、熟悉的成员、熟悉的你们、熟悉的观众们的粉丝们，就是所以会比较安心、很轻松的感觉。可是歌唱比赛就不是，就台下就是那些陌生的评审老师，然后就是都不认识，然后就是感觉脸都很臭，就想到我就觉得很可怕啊，救命啊！得不到的美好像
评分标准的妆照20%应该没问题吧？我还没想好到时候要穿什么，我就要看，要看歌曲之后，然后再决定穿什么。评审也不简单。对，我有看到有王雅君老师，我常常唱很多华语流行歌都有看到，就是上面是他的名字，然后还有方文山老师是厉害的词人，然后还有陈零九嘛，然后还有谁，就都有四个老师，我不知道阿庆会不会评分。哦，对，还有王志平，王志平老师之前在那个紫红老师的那个吉他展的时候有见过一次面，是因为他也是紫红老师的吉他好友，都是厉害的人物，所以还紧张啊，救命！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我真的觉得怎么讲？那时候报的时候就只是抱持着一个我好想要一个舞台的心情就去报了，然后结果真的进复赛之后就突然很紧张。因为其他对手都很厉害啊，就是就我一个小偶像，因为像我唱歌的影片不是常常都有，就是也不是常常啦，就是韩文歌的那一支底下就是蛮多人在骂说很难听的，然后我就看到常常有网友在帮我说话，不是网友，是粉丝吧，帮我说话的粉丝就会说，但人家本来就是偶像，就是养成系，本来就没有说要唱得很好，但是我其实看到这类留言突然帮我说话我是很开心，但我又有点小难过，就想说就是好像有种虽然在帮你说话但又 有点贬低你的感觉，就是虽然没有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好像人家就会觉得说，对，人家就偶像不要太在意嘛，偶像本来就没有说唱歌要很好，我唱的有这么不好吗？就是我会觉得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如果拿偶像然后当做一个唱不好的借口的话，就是拿偶像当一个挡箭牌的话，好像是一个在说你唱的不好的一个借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没有，虽然是好像是帮我说话，但是好像没有被安慰到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偶像就可以不用唱很好了？就是我一直很努力在练习唱歌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拿偶像去说唱的不好，就是不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借口啦，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可能说不好是说哎，我选错歌了，这首歌没有那么适合我。那你说我不好，我就是可能之后看怎么样调整我唱歌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真的是选歌真的是蛮重要的，像我的声音，我去唱《煎熬》，应该大家耳朵会流产啊，嘿一跳，这样就是选歌还是蛮重要。我知道我自己的声线就是适合怎么样的歌，只是说。也不可能每次，我知道我自己适合唱很甜美的歌，小清新的歌，我天天都唱这些歌，大家不是很腻吗？我也会想要挑战，我也喜欢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啊，所以我还是会试着唱其他的歌曲，就是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我就在看怎么调整嘛。但因为我一开始发
影片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就只是一个的记录。就是像我自己回去听自己之前的 cover， 有时候会觉得，而且这唱的好难听哦。可是有时候想说要不要删掉，但又会想说，就当做一个记录，所以就留着，是这样。只是没想到这次发的那一首歌有，就是有被演算法推出去。很多人都认为我是故意装的，但是我觉得唱歌就可能真的是唱法的问题啦，所以我就没有想要特别解释，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有比较中低音的音域，只是因为刚好那首歌就是中高频比较多，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没有那么好听，对，所以可能就是要再换一个唱法。但是如果今天是我讲话的影片被人家讲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要为自己平反一下。但唱歌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是我的发声位置、共鸣位置没有到很好之类的。先开一下网路，啊，等一下，我网路是不是卡了一下？手机现在是有一点点烫。我刚刚直播前的时候啊，有想说要装这个小电风扇，然后我小电风扇我一直装在手机后面，可是我那时候没有来不及接电，所以一直装着但没有开。因为我直播前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线，这个头我记得是这种 Android 的头啊，可是一直插不进去，为什么？它到底是什么头？它真的插不进去耶、欸！目前没有卡，为什么插不进去？还是它是 Type C 的头？而且它有自己专门的线，不知道是 Type C 还是 Micro。对啊，等一下，我先拔下来，这个到底是什么的头？这个头我以为是那个哎、欸，就是最一般，可是我怎么插都插不进去。这个是 Type C 的，不是，绝对不是 Type C 哎、欸，完全插不进去。那应该就是 Android 的头啊 ，Micro。可是为什么也插不进去？哎，插进去了，为什么？我装在手机的后面的时候，我怎么插都插不进去，然后我这样插就可以？不是。我不知道，我在手机上的时候就插不进去。等一下，它是不是有一个角度啊？哎、欸，你看现在又插不，哎、欸，又可以了。好，我记得了，所以是这个尖尖的朝我，尖尖的朝我。等一下。我再试一次，尖尖的是朝我，对，它好像有一个角度，有了有了有了。因为我刚才正插反插都插不进去，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哪一条线，然后我换了很多线，然后所以我就一直直播的时候，我一直那个小电风扇钻到后面，可是没有插电，因为我直播前我一直找不到到底是哪一个插头。就该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先让手机稍微散热一下，然后我们来唱歌。这个叫 Micro USB， 我不知道，我都叫它 Android 线。
我今天有练歌哟。我其实上次本来，就想要唱，就是我之前说我真的一定要听十遍的 ，BB 对吧？这一首歌是那个。在哪里？对吧？是彗星的歌。我本来上一次就穿了那个跳那支舞的时候穿的那一套衣服，想要唱，结果那时候就是因为刚发了月牙湾的 cover， 然后就唱了月牙湾，就没有唱这首。对，然后我这几天又再多练了一下，然后说今天来唱。这首真的很好听，好听到不行，我真的激推这首歌，大家也可以去我的 IG 看我跳舞，我真的是爱这首歌爱到不行，而且是我在家哦，平常做事的时候就放音乐，然后只要一播到这首歌，我就忍不住想要就是，就是忍不住想要跳舞哎，就这首歌很魔，我真的一天不听十次不行的那种。风扇第一次这么大声，没有，我其实上次开这个风扇的时候，我就发现声音蛮大的，所以我等下唱歌的时候会把它关掉，就是让它稍微散热一下。其实这开一下就降蛮多的。好。Hello， 瞬间晚安。以为有人在吹头发，没有，是小电风扇。因为夏天的话，应该会蛮常用。要补一下唇膏吗？好像颜色还在，差一点点护唇膏，看会不会。好像没有差很多，我就是喜欢擦护唇膏，就是我不喜欢嘴唇干干的，我喜欢嘴唇润润的感觉。谢谢土师姐，支持你哦。好 ，Hello， 志伟哥晚安。那有点小鼻塞，但还是很想唱歌。好，那我来唱这一首 BB Diva， 真的很好，但这首很快，有可能会小失败，虽然我已经练了好几天了，但我真的好爱这首，我一定要唱给大家。怎么奈得什么真真呢？奇迹的卡带又打开，真真哎，别别别别，重来！大家有卡吗？有卡吗？第一句就卡，这首真的很难唱，它很快。再一次，有卡吗？现在是顺的，好，再唱。つまんないです。もう残念ね。奇跡願ってるだけの人生。Watch m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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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s トリックなしのマジ。I wanna be free だってまだ free だし。Hey タクシー上等中まで。秒針は音立てて。夜を急がす魔物のよう。人生は一瞬にして溶ける魔法それならば駆け抜けて思い通りおしゃれな場所飛び乗ってドライビング私は大変身メーカーわがままのまにまにきらめきに注意じゃなくなまって大好きさよならグッバイレッドカーンいつかは喝采クラブオーディエンスみなみなご賞はあれピリピリパリペプーはピリデバリプーはこんがらがっ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からシューステントツナイピリデバリペプーはピリデバリプーは
今夜に明日などないならば順に取ったものがついでしょう。ジ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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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ンスラリアリホー、どんな問題も会話人拍手も正解も間違いも愛す本当の私の理想。あーなんか世界は限界の気配がして、歌った安心じゃ心配、今すぐジャンピンジャンピンダウン、ジリジリバンバンジリバンバン、いいタクタクにきり感覚、日々にギリギリ爆発、君だったら発散してしまおうか、まだまだビビった匠にリアンシャイ、一発ちゃんとし足りないわ、ついに導き出した君にアンサー、早いな待てを取ってよー。 Yes! どこだ、ビビデバビデブーワー Yeah!おしゃまなバス飛び乗ってジャンピン、あたしは大変心霊がわがままのまりまりきらめきにチューチューリーシャラクナマステダンシン、さよならグッバイレッドガン、いつかは喝采クラブオーディエンスみなみなご賞はあれ、ビビデバビデブーワビビデバビデブーワ、こんがらがっ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ガラスシューステッドじゃない、ビビデバビデブーワビビデバビデブーワ、今夜に明日などないならば順位と取ったものが勝ちでしょう。イエーイ、这首真的超好听，我真的练了很久，但我觉得还好那时候星期一没有唱，因为这首歌星期一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顺，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快，特别是第二段那边真的是，等下我看那个第二段的歌词，第二段那边我真的练超久，他那个歌词从那个 jazz 然后后面就超快，那个超难哦，他是从那个七七七七板板七七板板，然后那个微微那种一打哭打哭你 kiki 看危机感 kiki 看打哭 hebe 你一打哭打哭你 kiki 看打哭 hebe 你叽哩叽哩把哭哈哭 kimi 打打，你们看这个有真的是练到舌头超打结，练超合适，还好我刚 save。真的超难，这首歌真的很难唱，但是真的太好听，所以练了也、yeah, 再听一次，好好听哦，一天听十次不是听假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歌词，真的舌头会打结，超好听，这是日文吗？是啊，是日文啊，是日文没有错，这歌词超密密麻麻，就他那个那段的假名真的很难唱。谢谢德瑞克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史考特的掌声鼓励，谢谢木庭啊本丸梅子的掌声鼓励，谢谢太空中影还有微晶还有米酒的掌声鼓励，这首真的很好听，谢谢天竺鼠，谢谢瑞荣，还有谢谢 Plus， 谢谢果冻九号，谢谢土司吉，还有谢谢阿甲，谢谢阿秋微晶，谢谢 JCH， 这首真的很好听，不是狗生的爱，不行，我唱完就破音了。好好听哦，这首超好听，神曲啊神曲，谢谢阿卡的我的观众，听不腻耶，真的是每天都要听十次，超好听，谢谢土司机。好啦，今天直播时间这一段真的超难唱，而且很快，好啊，时间差不多，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哟。下一次直播应该也是礼拜一，对，下次直播也是礼拜一晚上九点，才刚我都播了两个小时了，下次请早，希望下次直播而且我这次我直播是有发限动公告的，结果还是很少的，而且我觉得好像我每次直播有发限动公告的人都特别少，是我以后不要发、欸、我就听到这段我就会忍不住想要跳、欸、好好
好好好好动感。谢谢。我被音乐控制。对，我最近还有啊，怎么了？我最近啊，我想想，再放一首。这首我最近也很喜欢，叫《Gigi Koi》，给大家听，很甜的歌。好，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听到好听的歌，心情就很好。好，今天的哎，真的就是算我刚才前面有 一段就是在讲，就是因为很渴望舞台嘛，所以就是太渴望舞台，然后可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机会或回报的时候，其实常常会有很沮丧、很自我怀疑的时候。就是我其实常常会想很多啊，可是即便是这样，可是只要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就像我刚才说《Gigi Koi》那首，我也很喜欢，然后最近也很喜欢这一首歌。是，真的是一听到音乐就觉得，就是可以，就算上一秒再难过，我都可以，就是嘴角忍不住上扬，就是我觉得音乐很神奇的地方。哦，昨天也有上传了新的 cover， 大家可以去听。昨天的是 bass cover。对啊，其实是不是应该放一下那个啊？昨天发的那首歌，是多玛优的歌，是多玛优，听个残疾呗。啊，其实我看到这首除了贝斯很帅之外，我其实因为我也很想要喊前面那个呀。对，好，反正 anyways， 就是生活中就算有再多不如意的事情，只要有音乐都可以开心的活下去，所以我也很常会发我喜欢的音乐的 cover 给大家，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听到这些歌呢，也可以就是暂时，对，虽然只是暂时的，还是会就是生活还是很多阿杂的事，但是可以暂时的忘却烦恼，我觉得这样就很棒，所以我还是会继续上传很多我喜欢的音乐 cover。哎，但让我想讲，哎，我弹贝斯的脸没有很拽，我弹贝斯的脸没有很拽。我跟你们讲，就是因为其实我平常弹贝斯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不表情、没有表情的人，就是一个狠人。我不像弹贝斯，就是自己在家里讲讲讲，表情其实基本上是长这样，就是专心弹，我就是看着我的琴，然后这样，没有笑容的那种。可是因为我想说，我是拍 cover， 谁要看一个臭脸在那边 cover， 对不对？所以我其实是因为其实 slap 的时候其实是要蛮用力，这样啪啪啪这样。可是没有，我跟你们讲，我平常弹贝斯的时候真的就是没有表情，是臭脸。可是因为我想说我在拍 cover， 所以我要笑。可是因为弹 slap 的时候就是要蛮用力，所以我就会笑得特别用力。其实我觉得我弹贝斯脸就是表情没有到很控制的很好，是因为平常弹贝斯其实没有表情。对，可是为了拍影片要让大家看到我笑，所以我就想说，哎，拍影片要笑。可是因为弹贝斯 slap 的时候要很用力，哒哒哒，然后所以脸就会也跟着用力嘛，然后就变成弹贝斯的时候表情就是。就被你们说很拽，不，真的不是拽，那不是拽的表情。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弹贝斯的表情控管就是欠佳，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就是也是要多拍多练习才会进步啦。就是因为其实我平常弹贝斯真的是臭脸，我真的是臭拽，有没有到拽，就是臭脸。可是为了拍影片要笑，可是手要用力，所以就变成。这样，但其实我不是故意拽的，是因为就弹贝斯的时候，平常没有表情，然后想说拍影片，要笑，然后用力就变这样，所以其实你们觉得看很有自信吗？我其实觉得我表情没有控制的很好，就是我会再多练习我弹贝斯的表情啊，其实是因为就是用不小心太用力。好了，我要念今天的排名了。
这首真的很好听。好，今天第十三名是欧比王，谢谢欧比王。十二名是果冻九号，谢谢果冻九号。第十一名是米九，谢谢米九。第十名是阿奇拉，谢谢阿奇拉。这是什么图？第九名是中影，谢谢中影。第八名是太空，谢谢太空。第七名是博成，谢谢博成。第六名是某某江，谢谢某某。第五名是小管面线，谢谢小管面线。第四名是天竺鼠，谢谢天竺鼠。第三名是土司机，谢谢土司机。第二名是德瑞克，谢谢德瑞克。第一名是夏尔，哎，夏尔有出现哦，我怎么，哦，有了，一开始丢了一个烟火嘛。谢谢夏尔。好，没有想到今天好像没怎么看到。好，那大家下礼拜一晚上九点直播见喽。今天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大家晚安。哎，我今天这刘海真的不听话，它这边一直有一根，超讨厌。哎，大家晚安喽，拜拜。果冻九号晚安，欧比王晚安，哈士奇露牌晚安，阿布阿叶太空晚安 ，Alex AD 中影晚安，企鹅晚安，博成晚安。健康晚，我今天直播人比较少，我应该可以每个都晚安到，因为也就七八十个人嘛。坤坤晚安，米九晚安，朝伟嘛晚安，雨南威君晚安，九蛋果酱家晚安，茶茶晚安，不想上班沙耶晚安，瑞荣晚安，阿秋晚安 ，Yuna 晚安，洛克晚安，豆科晚安，科技鱼晚安，史考特晚安，小熊晚安，杨熊晚安。对啊，如果我今天直播好几千个人在看，我不可能一个人跟晚安。可是我最近直播人都很少，我现在我还很希望可以每个都晚安到的。如果我有漏掉，就再留一次。对，我要讲，我如果不小心漏掉的话，就再留一次。Map 晚安，土司机晚安，应该都很晚安到了吧？我记得我好像念不到三十个哎、欸，好啦，大家晚安了，拜拜。J C H 晚安，所以还没有被晚安到，要讲话、欸，我才会看到啊。阿叶晚安，酷若若晚安，大巨度晚安，有晚安过的我就没有再讲一次了。会不会有我以为我晚安过，其实没有的。不拉斯晚安，啊，大家晚安了。拜拜，礼拜一见。这边头发分叉着，我要侧着，摆一个漂亮的姿势。晚安。